呢条题目咧就问到以下呢条代数式咧系咩情况之下先至会拆解做两个自然数嘅积？咁既然我哋当佢可以拆解做两个自然数嘅积咧，咁我哋不妨设第一个自然数就叫 k 啦，咁第二个自然数咧就叫 k 加一啦。咁如是者咧，我哋整理一下呢一条式咧，我哋就会有九个 m 嘅平方啦，加五个 m 减 k 嘅平方减。k 减26，咁啊呢一嚿嘢等于零嘅。咁啊，由于咧 m 佢今次系一个整数啦，咁而 k 咧又系一个自然数，我哋啱啱叻佢系呢一个自然数嚟噶嘛。咁所以成条式咧，除非呢一个 determinant 咧，亦即系喺根号入边有一个嗰嚿嘢咧，系一个完全平方数之外咧，咁呢条式先至会有机会。会变成呢个问题咧，就讲紧以下呢条代数式咧，有冇可能分解做呢条问题咧？就讲紧呢以下呢条代数式咧，要分解做两个连续自然数嘅积嘅话咧，咁我哋不妨设第一个自然数咧就叫 k， 咁第二个自然数咧就叫 k 加一啦。咁如是者咧。咁啊，呢一条式就可以表达成为九 m 嘅平方啦，加五个 m， 然后减 k 嘅平方减 k 减26，咁啊呢嚿嘢等于零嘅。咁啊，由于咧 m 需要系一个整数啦，条题目讲到明需要攞一个整数 m 嘅，咁然后 k 又系一个自然数喎。咁如是者嘅话，除非呢一条式。佢個 determinant 即係呢一個 b 平方減 4ac， 由於佢本身擺喺個根號入面嘅，咁我哋要攞 m 會作出一個整數嘅話，咁除非喺根號入面有嗰一嚿嘢係一個完全嘅平方數啊，如果唔係咧就冇行嘅。咁所以咧，我哋睇一睇啦，喺呢一個判別式入面嘅嘢就真係 b 平方減 4ac 啊，咁 b 平方就係25減 4a， 咁啊即係加。九四三十六，咁啊又成入边呢嚿嘢啦 ，k 平方减 k 减26，咁啊即系呢嚿嘢，咁啊我哋再整理一下拆解出嚟咧，就会等于36个 k 嘅平方啦，减36个 k， 再减911嘅，咁啊我哋要呢一嚿嘢系一个完全平方数先得，咁但系净系咁样有一条二次方程咧，我哋未够嘅。咁如是者，我哋就不妨再設佢係等於一個 p 嘅平方啦。咁然後我哋就可以再作整理啦。咁我哋就會有下面嘅一條式：36個 k 嘅平方啦，減36個 k 減 p 嘅平方，再加911嘅。咁啊，要呢嚿嘢等於零。咁啊，同樣道理咧，我哋今次要拆個 k 出嚟啊。咁但系 k 咧，由於我哋之前叻咧，都佢係一個自然數嚟噶嘛。咁所以同樣道理，既然出到嚟要係一個自然數個根啊，係需要係一個自然數嘅話，咁同樣道理啦，就係呢一個 determinant 入邊一嚿嘢都係需要係完全平方數嘅。咁所以咧，我哋又會有第二輪嘅判別式處理啦。咁啊。呢嚿 determinant 今次咧就等於 b 平方，咁啊呢個36嘅平方啦，減 4a， 咁啊呢個負負得正，咁即係加4乘以 a， 即係呢個36啦，再乘呢個 c 就係 p 平方加911嘅，咁啊呢嚿嘢咧，我哋如果再整理一下咧，就會變成12嘅平方乘以 p。平方再加920啦，咁啊，我哋之前讲过呢一个 determinant 入边嗰嚿嘢需要系完全平方数啊，咁我哋显而易见12嘅平方呢一嚿嘢已经系一个完全平方数啦，咁所以我哋今次执着咧嘅重点要处理嘅呢一嚿嘢咧就系 p 嘅平方加920呢一嚿嘢咧需要系完全平方数先得噶，咁所以咧我哋今次集中火力就睇。括弧入面的这一嚿嘢啦，将佢搬过嚟，
咁啊，我哋有 p 嘅平方加920呢一嚿嘢啦。咁我哋既然需要佢係等於一個完全平方數，咁我哋又叻多一個字母俾佢，咁就係 q 嘅平方啦。咁然後呢，我哋又見到有個 q 嘅平方，將個 p 踢過嚟嘅話，咁就 q 平減 p 平。咁所以呢，我哋就會有一條咁樣樣嘅式，就係 q 加 p 同埋呢嚿嘢乘以 q 減 p 啦。同埋呢嚿嘢需要等於920嘅。咁接住嚟呢，就係關於整數嘅討論啦。咁首先呢， q 加 p 同埋 q 減 p 呢嚿嘢其實係同基偶性嘅喎。咁啊，但係呢兩嚿嘢相乘呢，就等於920。咁我哋知道一個基數乘以一個基數呢，咁就冇可能會等於一個偶數嘅。咁所以 q 加 p 同埋呢個 q 減 p 呢，咁佢哋兩個同時都要係偶數先得啦。咁啊，然後呢兩嚿嘢由於佢哋全部都係平方啦，某個數嘅平方，咁所以一定會係大過零嘅。咁啊 ，q 加 p 同 q 減 p 都係會大過零啦。咁然後呢，我哋就綜合呢啲咁多條件呢，咁我哋就可以拆解920啦。咁920開頭雖然好多，咁但係呢，我哋經過一個數字嘅討論之後呢，咁我哋就可以縮窄呢一啲選擇啦。咁我哋會有 q 加 p 呢，同埋 q 減 p 呢，就會縮窄成為以下呢四組嘅。咁啊，分別第一組呢，就係 q 加 p 等於460啦，同埋2。下一組就係拆230啦，同埋4。92同埋10。46同埋20啦。咁所以呢，我哋分別就可以解到呢一個Q 啊，呢一個 P 先 ，P 同埋 Q 啦，咁啊剩翻就係相對應以下呢四組，分別 P 等於229啦 ，Q 等於231 ，P 等於113 ，Q 等於117 ，P 等於41。Q 等於51啦 ，P 等於13，同埋 Q 等於33嘅。哇，寫清楚啲啦，呢個係 P， 呢個係 Q。咁然後呢，我哋將 P 代入返去我哋原本嘅呢一條式入面呢，咁我哋揾到 K 啦，咁啊再代多一次呢，我哋會揾到 M 啦。咁所以 M 呢，今次符合提要嘅 m 呢就有四个，咁第一个呢 m 就等于负一啦 ，m 可以等于2 m 等于6啦，同埋 m 等于负13嘅，咁啊 m 就合乎提要嘅 m 就系有呢四个啦。